他现在应该有点突破，对，但是我觉得那过程是很好，那，唉，还是会有点难过，真没办法，所以一起再继续打下去。就受过伤的人都知道，那你要经历开刀，然后要复健那段期间，其实你心里是很难的，心里多辛苦，这个没有人知道。开刀复健再回到球场上，其实那是真的很困难的事情，也不一定是每一次都会办成功。但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意志力很坚强的一位选手，他经过很多次伤痛，